关心长辈行动安全，台中计程车教育辅导协会结合市府社会局和交通局，在水沟社文化园区来举办多元交通宣导观游会，邀请独居长辈、弱势长辈来体验无障碍移动服务。协会是出动了超过30位司机到厝内底来接长辈到会场来参加活动，让因会当来感受到爱和关怀，提升社会参与和安全老化。就有位客人车运站载着长者来到水沟社参加多元交通双道网游会，但是在2024年中迈入超高龄的社会，老人生活需要全面性的照顾，因此客人车教育辅导协会包装应用，彰显企业社会责任。就说他可能躺在床上，他其实想要走出来，可是有办法吗？没有办法。就好像说，等到说自己的父母亲、自己的长辈躺在床上，我希望讲真正。走出来，很多让我们这社会上很多企业还是什么民间团体，他能够帮助他，能够让他觉得说，哎，社会上还是有温暖存在的。我当以网友会形式办理，活动者走出户外听音乐、吃美食。我人东港副市长叶泽生和这位局处长到场，同时颁发感谢证予协会，肯定推动高龄长者行的安全。小黄公车无障碍的这些。啊，公车吼，拢会当来照顾姐，咱家老人家吼，在行的方面更加的便利了吼。所以这部分嘛，拢是王理事长、长咱家的工会啦吼，计程车朋友大家共同的斗相共啦吼。也让我们的长辈朋友知道，我们台南市的计程车司机们做好准备了，要来照顾我们的长辈朋友。相对的，我想这也是一个欢迎各位外县市的朋友来台湾观光，来台南市观光最热情的展现。透过活动，希望会当唤起社会对独孤老人和弱势是大人的关怀，同时让长者找到舒适安全的交通工具，朝未来也会推动金光社的福利，让长者会当安全老化。记者孙颖和南区采访报道。